诸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那么这一集咱接下来看这个经文在175页。这个文是解释观佛玄奘大师给咱解释，要安怎来观佛像？第175页，尾啊，算到转来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是故应当一心下念，提观彼佛多陀阿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想彼佛者，心动想象。这是解释这一段教给我们观想的方法。这段说的很清楚那么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180页尾也算到回来第二行从这个第四段第四这段念起，总是故应当下至三佛陀以来就是咱拄只念的这一段经文，证明如前所译，亦是利益。专诸必行，颠转相告。这两句是玄奘大师在本经里面苦口婆心的劝人。专诸必行你专心以这个方法修行，必定成就。咱自己成就了，一定爱把这个法门搁再劝导别人，都颠转互相去传播。咱自己得这个好处，爱把这个好处教别人。劝观彼佛呀，劝导大众观阿弥陀佛观想的方法在下面请看这个文，将想彼佛者，迭前成就，言先当想相者，定所观境。从哪里观起呢？从佛像想起。接着看第六段从开幕闭幕下至如观掌中以来，这一段经文证明遍观形象教给我们观想佛像的方法那么避开目睭，佛像在咱的眼前目睭揢落来这个佛像也是在咱的眼前那么观的像这个佛像最后是自己来选择或者是雕塑的佛像雕刻的或者呢这个泥去塑造或者是呢彩绘的佛像这个彩绘爱画得庄严就是爱把佛的32像80好画出来，咱见到生欢喜心见到这尊佛像
先欢喜心，时时刻刻唔好离开。啊，这在以前啊，都相当困难啦。啊，要请一张佛像，啊，唔是真简单，除非家己画。现在容易，啊，厝内面供的佛像，啊，你若提起相机，啊，去甲摄落来，啊，洗成一个相片，啊，佛像的相片，啊，会当洗较细张的，啊，随时呢，放个落地啊，啊，可以请出来看。啊，随时都可以看，未去我未记的。啊，科技发达啦，对咱有真侪方便。啊，对咱修行人来讲啊，也带来真侪便利。咱现在佛堂内面供的佛像印了真侪。啊，咱华藏净宗学会呢，啊，也印过佛像。那尤其阿弥陀佛啊，这个彩绘的佛像啊。啊，咱啊印未少出来流通，啊，那最近呢，啊，佫做出一个布面的，啊，会使卷起来，啊，那个出外旅行，啊，这个携带也真方便，啊，所以出门呢，啊，咱带在身边，啊，随时可以来看这个佛像。啊，那么等于到厝内面呢，搁再看到这个佛像，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啊，闭开目睭，啊，目睭揭落来，佛像拢会当现前，啊，一定爱安尼观。下面为咱详细说明啊，只有技术，啊，这就是讲。说明啊，有四个道理啊：一明心素为仪，眼智开合，见一金相示现目前，相作初相啊。那么这是第一条啊，跟咱说明啊，这个心四种为仪。啊，行住坐卧，啊，咱目睭呢，闭开合起来，啊，见到一尊金色佛像的目前，上座初相，啊，就是讲咱常常做这个想法，啊，这个观想，为什么教咱常常安尼想呢？常常想佛像啊，如果你无想佛像啊，你对胡思乱想啊，你无想佛像啊，你就想别项啊。啊，想别项呢，想别项代志难免啊，就是胡思乱想啊。那么胡思乱想，你一定会去贪嗔痴慢。胡思乱想是无明，贪嗔痴慢是烦恼。由此可知，常常想佛像是破理障，啊，破这个无明啊，加烦恼，这个利益就大了。啊，以及咱烦恼妄念起来了，马上个念头啊，转到佛像顶面啊，这个想的佛像过啊，立刻把烦恼妄想降服掉了，控制掉了，这就叫功夫得力啊。功夫什么叫得力？把妄想赶走，把烦恼服住啊，这就得力。由此可知呢，啊，常常想佛像，
啊，都亲像军队共款啊，练兵操演，妄念烦恼一起来立刻念佛，观想就服输了啊，这就叫敢那修剪啦啊，禅家常讲，不怕念起，只怕觉离呀。念起是什么？是烦恼、妄想。现前唔免惊啊，这是正常现象，无私劫的习气啊。伊若未现前，那安尼你就幸福了啊，你也唔免去观想啊。啊，你是凡夫，凡夫妄想当然会现前啊，一现前立刻功夫。应着，马上就结束消毒了，啊，这就对了。这是真正修行啊，所以会当想佛像啊，虽然无真清楚啊，心想的是相思的相啊，这个相思就是啊，猜话啊，咱搁再看下啊。理明既能观相，相即事有作处，即相简化作，相相在相里作。啊，你观这个相，一定有作处。啊，如果是徛的呢？啊，佛徛在莲花上，啊，要徛的处所，即相前化作啊，想相在顶面立作，啊，想这个佛像啊，在这个化作顶面坐的，啊，你观想佛是徛的相，啊，坐的相拢可以，啊，那么咱佛堂啊，啊，供的这个佛像。有坐的，有徛的啊。那么无论是徛的还是坐的啊，拢在莲花顶面啊，所以叫做观想化作。观想化作帮助咱意志集中，心不散乱啊。想这个初观想的时候呢？啊，咱唔好想真大，啊，先想细，啊，为什么呢？小容易，啊，这个佛像较小、较细尊啊，咱粗粗的观啊，较容易观得起来，啊，心容易集中，无需要想真大的这个像，啊，咱无遐尼大的心量观未出来。像世尊的像，啊，像一寸、两寸、三寸，啊，像这个像，啊，整个精神容易集中，然后慢慢再把这个像啊扩大，像莲花也是如此，啊，像像水，经常也是安尼教咱，容易成就三昧。我一句话讲，中国人常讲“功夫成片”，容易得功夫成片。将功夫成片往上提升，就是一心不乱。所以要有方法。啊，搁再看第三条：三明想见相自意，心眼即开。啊，心渐渐定了，心眼是智慧，智慧开了，智慧从哪里开？从清净心里面开的。你心里面妄想少，烦恼少了，所以烦恼轻，智慧重，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智慧啊，
开了。四明心眼既开，即见金相极彼极乐诸庄严事，地上虚空了然无碍啊！可见得相爱清清楚楚。西方世界非常复杂庄严的环境啊，拢真正现在眼前啊，是爱智慧开才见得到啊。就像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见性之后，这个境界渐渐现前了啊。如果到一天，咱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状况，啊，都亲像咱闭开目睭看眼前的事相这么清楚，那你的心内明白，你见性了。如果不是见性，你看那个相是相似的，那是含含糊糊，并不真清楚啊。如果看的呢啊，跟咱亲像即马目睭闭开啊，看眼前这事物这么清楚，还是见性，是性德现前啊。所以人有见性无见性，无需要问别人，自己清楚，自己明了，经读多了就知影这个境界。经典的作用在初学是修学的依据啊。到咱修学真正成就了，经典的功能是给咱做证明啊。如果咱的境界啊，甲经上讲的同款，咱就知影这个境界甲诸佛如来所证的无离无别，依旧和咱做印证的作用。又观相自心之法，一如简说。证明玄奘大师曾经讲过，观相自心啊，修学原理未使未记，爱专爱精啊，上惊就是怀疑、夹杂、间断啊，这三项有一项都不能成功。决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边教予咱观法啊，这个观相啊，这个观啊，相当迷失。将定一一相之啊，将佛的无见定相啊，佛这个头壳顶啊，无见定相啊，将这个相顶面往下面来观。啊，为定啊，啊，一直观落来，面迷和尚啊，这个和尚是别和啊，就是两只目白门啊，光到顶啊，就是讲咱这个目白啊，这个目白中啊，这个。那么有两支和尚啊，啊，迄、那个门光到顶啊，迄、那個、叫鼻壳啊。那么为迄个个关到落来，关目睭啊、鼻啊、嘴、耳孔、咽喉、颈背、手掌，咽就是咽喉啊，就是即颔管啊，即、這个喉就是颔管。啊，那么肩胛、手背、手指啊，关到这个手啊，手指头啊，由抽心向上，想胸白宅阴经气团聚啊，这是往下面呐、啊，下半身呐、啊，那个想观想，往下面观啊，一直的观到
脚掌啊，甲脚底啊，这个牵轮是脚掌啊，咱的脚底，这是教咱从上往下观啊，这个顺观啊，这个顺观。那么反倒转来呢，咱从下面观到上顶面也可以啊，你要为脚底呢啊。升官，那么一直官官到头壳顶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有触地，啊，袂使呢，一骹骨啊上头，一骹骨啊上脚，啊，一骹骨啊上这个胸坎，啊，跳来跳去，这都袂使，啊，这都不可以，啊，这就错了，所以一定是触地官，啊，为顶面触地一直官落来。啊，也是为脚底一直关到起哩，拢可以，但是一定系触地啊，触地关就对了。后面讲，逆顺自心，不救必得成也。啊，逆就是为下啊关到起，顺就为顶啊关到落来。啊，这个逆顺自心啊，唔免偌久，必定得到成就。这就是拄只甲同修讲的原理，就是教咱的心集中在佛像顶面，细心搁在观察，啊，使咱的妄念烦恼不生。十六观经是用这个方法。咱现在修行无采取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的确是真迷失。咱现在采取的。啊，家书净空上人啊，教大家读诵《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么伊教大家用读经的方法，效果完全相同。无量寿经对现在人来讲，分量拄啊好，未伤长也未伤短。如果出声念，纵然念得真紧，大概也要一小时。啊，你这一天当中，一小时不打妄想，不起烦恼，都用这个方法修行。如果你会当念两遍、三遍，就更加好。你念的遍数愈多愈好。当然，读经也甲观想同款。啊，这个触地未使颠倒，一定要按顺序。啊，如果是工作真无闲，一天确实连读一部经的时间都无。啊，咱早起啊，选择《无量寿经》的第六品48愿。啊，暗时啊，啊，咱暗课选择第32到37。啊，都念这两段。这两段是全经的精华，全经最重要的部分。有时间啊，搁再读其他的经文啊，安尼好。啊，现在呢，咱将这两段编排在咱课上本里面。啊，咱这个净宗调伏课本啊，这是咱选无量寿经啊，教下。多半用读经的方法，中文用参究的方法，十六观经是用观佛像的方法，观想的方法。啊，方法无同款，目的完全相同。啊，总而言之，拢是修觉净精，由佛心及化作宝地等。必须上下通关，连13关中，出宝地、宝花、金像等关最要，若要教人，即加处罚。但处一发行者，二关即自然了也。这就是一行一切行啊！不但是观想能成就，
读经能成就，甚至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对当圆满成就。咱在现代往生端里面看到真多，有人啊，一生伊都修持一句阿弥陀佛，也能成就。天台地价大师曾经讲：“自一心修者，乃不可思议三观。十六观之总体，一部经的妙宗就在这段经文。由此可知，这段经文实在是十六观的中心。下面呢，教咱观。”观音世子这两位菩萨啊，咱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啊，在176页啊。那么咱这个有礼貌呢啊，咱有礼貌就免看这经文了啊。上面经文呢啊，咱就省掉啊，看这第三行，为第三里看去，见初熟意啊。见初时就是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像，以及依部的庄严。见到之后，修当定作一大莲花，在佛左边。如前莲花定无有异。前面讲佛座的莲花，菩萨座的莲花，甲佛座的莲花同款。大小光色拢同款，定无有异啊！修作一大莲花，在佛右边啊，这是讲佛像的左右啊，在佛的右边右边啊。上一观世音菩萨像，坐坐花座。一座金色如前无异，上一大世子菩萨像，左右花座。这就是佛像观成之后呢，搁再观阿弥陀佛左右两大菩萨，观音菩萨在右，大世子菩萨在左。讲初相成时。菩萨像解放光明，其光金色照诸宝树。佛放光，菩萨也放光。佛菩萨放金色光明，这个光照着宝树。下面这一段经文非常要紧。西方三圣教化众生，动静一定是一致的。这是表三法三妙圆融，一一树下亦有三莲花，诸莲花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真侪人怀疑啊，西方世界遐尼大，往生的人遐尼多啊，咱到西方世界。哪有机会见到阿弥陀佛？卖讲别项，台北市人口并不算真多地方并不算大几个人会当逐天甲总统见面讲话呢？安尼在想，西方极乐世界人口比咱这个世界唔知加偌济倍。无办法计算。阿弥陀佛，观音世子菩萨，敢应付得起？咱去到西方，什么时候才会当甲佛菩萨见一遍面？那么在咱一般的人啊，难免有一个疑问。那么这段经文。就将这个疑问解决了。原来呢，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化身，
遍满帝国，啊，每一个人面前拢有一个化身，化身甲真身完全共款。换一句话讲，逐天见面，时时见面，时时刻刻都无离开，这不可思议。今日咱家科学虽然进步，啊，电视啊会当摆在咱的面前，但是呢，咱看电视啊，只会当看到伊，伊看袂到咱。啊，伊甲咱讲话，咱也袂当问伊，啊，总是遗憾的代志。西方世界不连呐，都毋是安尼啊，化身甲真身完全共款。也就是讲，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唔免怀疑啊！一到遐就见阿弥陀佛，就见观音世界啊！人人平等，个个拢有缘分。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这才真正满佛普度众生的大愿，也满众生。念念希望见佛求法的愿望，拢圆满啊！这是西方世界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初相成时，行者东门水流功名啊！你见到佛菩萨之后啊，你一定同时见到依报庄严啊，一定接。触到六尘说法，水流放光，迄、那个水流叮当啊的说法啊，唔那音声微妙啊，啊，及诸宝树啊，这前面讲的宝树庄严，你也记着，鸟鹰鸳鸯皆说妙法啊，这是众鸟鸟啊。拢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唔是真的特性。迄、那个地方无特性多。讲实在话，人天两道也无。啊，那么一般讲啊，无三恶道啊，有人天两道，迄是方便说。啊，真实说咧，迄、那个地方是一真法界，下下品往生。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菩萨。咱在大经里面读到真多啊，无讲呢下三品往生不是菩萨，伊无这个讲法，是平等的法界啊。不但皆作菩萨，而且皆作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通名。凡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拢是普贤菩萨啊，因为该修普贤大士之德啊。佛在华严上讲，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完成佛道。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拢修普贤行。换一句话讲，是五十一个位处啊，十信位的普贤，十住。的普贤菩萨，十行的普贤菩萨，十回向的普贤菩萨，十地的普贤菩萨，顶格的普贤菩萨，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迄、那个位处无同，拢是叫普贤菩萨，拢修普贤行，是普贤法界，所以真正不可思议。出定入定。行文妙法，啊，立定当然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出定这个境界也无失调，也清清楚楚听到，也仿佛见到。行者所闻出定之时，一起不暇。所以念珠在珠，心里面真的有佛，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古德讲的有净土啊，一真的有，有哪有不生的道理？心内真有净土，决定往生。宁以修多罗合啊，六不合者名为妄想，六以合者名为初相见极乐世界。这段经文是给咱辨别邪正，修多罗是经典啊。你所观想见到的这个境界啊，一定爱甲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合啊，迄都无错。你是正观，如果甲经典上所讲的无合，迄就是妄想。那是邪观，因此在修行之前，境无色为用的。境若无色，一定打妄想。境一定爱真实啊，你才会观错误啊。如果观相，咱做一尊佛像啊，对于佛像每一个部位。心内清清楚楚，记得真仔细，一点啊也未错乱啊！这个观想才有帮助啊。那无的话呢，观想观行啊，依这个佛像一定不相应啊。你佛像的做法啊，讲到呢啊，咱即马。做这个佛像的方法，现代有一挂艺术家啊，这家属净空上人过去曾经见过啊。那么，伊要做这个佛像啊，但是呢，这个艺术家呢，伊有伊的看法啊，伊感觉古早人做的佛像呢，伊跟咱人的像啊无同款。啊，迄人鱼坑，迄鱼啊，哪有遐长呢？啊，长要到肩胛。啊，头毛呢，哪有卷起来？啊，所以呢，这有一挂做佛像的艺术家呢，啊，因就是将这佛像啦，甲做成一般迄个人的样。啊，这个想法就错误。啊，迄都毋是佛像啊，迄是人像啊。古早人做佛像啊，依据《自相度量经》啊，即《大藏经》啊，有这本经啊，是佛讲的啊，就是讲咱们雕刻还是画，泥塑木雕的佛像拢好。啊，爱照这部经讲的迄个规格、迄个标准去做，啊，这叫标准。啊，目的是要把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做出来，甲人见到佛像、见到果报，想到我安怎样修因，啊，所以佛像是表法的。啊，袂使做一个亲像咱世间的美男子的像，迄就错了。啊，一定爱捌啊，爱知影伊表法的意义啊，爱甲佛在经典上讲的相应、相合才对。啊，如果以经典讲的无合，那安尼你所做的毋是佛像啊，啊无标准，咱爱知影。以前啊，做相甲现在人做相无同款啊。做相虽然是高度的艺术啊，在古早时阵，当时真的有高僧大德啊，在边啊指导啊，甚至真侪佛像是有修持正果的出家人做的，这是真正内行。啊，真正不得教义，
已经到一定上合，如果无合，这是梦想，无合啦，这就当梦想。讲六欲合者，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啊，是为上相名第八观，啊，这第八观。这一句总结这一观的名称啊，这一观啊叫上观啊，观这个佛像啊。啊，那么再看下面经文，作是观者，读无量一劫生死之罪，以现心中得念佛三昧。啊，末后一句。啊，经文是讲观想的利益，啊，这利益拢是真实的。前面讲的灭罪，啊，灭生死之罪，啊，拢是讲偌济大劫，啊，这个地方是无量劫，啊，可见的，愈往后面灭罪功效愈是超过前面，所以简称。诸魂灌顶大师讲，所有一切罪业、一切经法，拢不能消灭的。有一个方法能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第十六观，最后一个。愈往后面去，灭罪效果愈殊胜，愈大。大家轻视这个念佛法门，轻视这句阿弥陀佛，是大错特错啊！所以，伊虽然念，效果不彰。为什么呢？信心不足。如果真正明了事实的真相，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效果，确实不可思议，能灭一切罪。啊，咱个再看经本啊，这个183页啊，尾啊算来第二行啊，这个经文看起。佛告阿难及维提希：此相诚意，此当净观无量寿佛身上光明啊，这是十六观的第九观，前面是观相啊，这个地方是。观佛的真心啊，啊，头前是教咱观佛像，那么佛像观形是相似的啊，也不是真心啊。那么这个第九观开始就是教咱观迄个真心啊，搁再提升啊，进一步。请看下面经文：阿难当知，无量寿佛心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佛身高600000亿，若由他行河沙游巡，眉间鼻合，游旋弯转，如我须弥山。佛眼如四大海水，青白分明，身如毛孔，演出光明，如须弥山。彼佛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以圆光中有百万亿，若由他行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以为使者。啊，咱先念这一段，真心啊，甲前面的佛像差别真大。这是讲阿弥陀佛的报身啊！咱在《无量寿经》里面读过，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身上拢是依照阿弥陀佛模样化现的，迄个地方拢是化身。看到阿弥陀佛的身上，啊，就看到凡是去往生西方大众的身上。啊，一般讲，这种身上一定是圆满菩提，才能证得。
菩萨以下绝对不能违背。何以西方世界人即使下品往生，也当得到平等的依正庄严？正部是身体，依部就是生活环境，依正跟佛拢平等，这是难信之法。真侪菩萨拢唔敢相信，这个难信之法也是西方第一殊胜之处，是他方一切诸佛世界内面所无的。咱遇到这个法门，实在值得庆幸，无必要费真长的时间，无必要受真侪辛苦，一生修学便能证得，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所以十方赞叹，从经文里面第一看到佛身上的颜色是金色，实在讲金色不是咱会当想会出来啊。咱今日看到金是这个世间的黄金啊。佛在此地甲咱讲，伊迄个金色有一点啊，亲像夜幕天宫的阎浮檀金啊，迄决定是咱世间的黄金光色会当修比啊。咱这个金嘛，亲像有一点啊，亲像啊，但是如果甲夜幕天的黄金一比呢，这个颜色就太差了啊，大概就像敢那黄金嘛，甲铜同款啊，甲这个黄铜斗阵无办法相比啊，可能这个披露啊，披露未够。这集的时间到啊，咱就讲到这，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